实际上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十字路口下车以后，他自己往前穿过马路上面，这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中间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安全岛三角形，然后就约瑟夫就现在往前走，这旁侧横等的一个路里面有一辆机车开过去，那直行的也有一辆机车开过来，他们那边的交通工具那跟台湾好像很接近啊，机车也是常用的，这是第二个场面。然后慢慢站在直行的那种车子里面，有一辆车子对面开过来，他看到约瑟夫以后就按了喇叭，约瑟夫就走过去，车子也停了下来。怎么啦？接不得，他说我们去兜风，你自己去了，我要回家了，上车了。上车了，结果他就跟这个劫匪者上车，劫匪者是个女的，然后这个车子呢开到什么地方去呢？开到山上，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人烟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好像被开垦，或者是说被破坏，也不见得是那么充裕的一个所谓的树林啊。车子又停在路边。这个女的就下了车，为什么这个女的会想要带她来？他们两个也许是同学，这种关系事实上是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一种呈现。那约瑟夫呢下车，但是女的先下车，也开车以后，很显然这个女的搞不好是心情不好啊，所以她说一起到山上里面来玩嘛。约瑟夫你们只是陪她来，那么她也开着车，两个人相隔差不多有20步，她看她一直走，一直往前走。有时候停下步来说回头看看那一辆汽车到底他在打什么主意，这女人长得很漂亮哦，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胸口里面露得很低，然后带着一个小背包，穿了一件牛仔裤，带着两个很大的耳环，有时候就走到他的旁边，两个人依靠着一个矮墙，好吧，终于到这里，那要干嘛？女的偶尔里面偷看一下约瑟夫，约瑟夫有时候看他，但是女的并没有看他，然后女的就从这个下面来，也很无聊，那就当低头族吧，那就开始按个手机，按了一下，然后又把手机放回袋子里，回头看看约瑟夫，因为好像没动静，当他转过头来，约瑟夫又转，这两个人，然后他又再度拿起香烟，口香糖，要不要吃？他说他根本连摇头都懒得摇头，也没看他，那个表示说他不吃，所以约瑟夫事实上是不善人际关系的。这时候手机响，舍不得就接，那看了以后笑，为什么笑？不晓得是同学或者是其他人。约瑟夫呢也很无聊，他只好拿起香烟，他说拿给他，他说我不要，谢谢。所以他拿口香糖给他，他不要；他拿香烟给他，他不要。这两个人很显然是尤其之间里面相当疏离，也就是说约瑟夫在自己成长的一种过程当中里面其实出现很多的漏洞了。现在又来了一通手机，当然是简讯，这一次是手机，他就接听那女的。好啊，很好啊，那你呢？我马上来。那你在干嘛呢？这劫匪者里面拿起手机，然后一边讲就离开约瑟夫，越走越远。这其实是一个古迹哦，这是古代的一个古迹。他听不到我说话，他不在我旁边，因为越走越远，沿着古迹的一个石墙慢慢走。约瑟夫也从后面跟了几步，难道要跟过去听吗？当然不行。他们待在车上，我刚才说过了啊，我不知道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女的继续讲电话。我不知道。这个女的继续说，然后回头看看，有时候不见了。这边以前有一个好像是澡堂，一个很漂亮，那上面有一些已经都没有屋顶的一些支架，都是用石头砌的。我们常常讲说，土耳其其实在古代里面，他们光是这个奥斯曼帝国里面首都里面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所以我们说土耳其里面他们承担的东西里面其实就是古代的辉煌还有如今的落魄，这是两方面里面一起。从下面往上看的话，那这个屋顶当中里面是半透明，我们
可以看到那个杰弗德就是那个女的走过，从左边走到右边，然后又是坐在这下面里面抬头仰望着这个女人，她到底跟她来，那这女的找她来到底要做些什么呢？好像各自看各自的风景，而女的就慢慢的循着阶梯就走上的比较高的一个位阶啊，旁边里面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这些树起码都是上千年以上，这时候看着她走上去以后就躲在这个围墙的后面，他只能背后静静的看着这个女人。当那个女人回头之后，他又躲进来。这有什么？干嘛要偷窥？你不是跟他来的吗？是，这社会里面好像心态永远都是如此。他好像是有他能够看清楚的社会的一个层面，或者是他心灵的一个层面。那问题这些层面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摸清楚。未来又是一片茫然，现在呢更是一片茫然。回家以后，妈妈煮了一个土耳其菜，你们想要吃，那刚好就前面有一个电视机，所以说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妈妈呢还在继续忙着，妈妈也回头看看电视，然后坐在桌子旁边，好像跟台湾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啊。吃饭大家看电视，车子的轮胎一直没气，有些污染，你要有空的话你帮我去修理一下。哦，好啊，妈妈，这事情我会帮你处理。你每次都会说你处理，然后说哪一天那个那一天我就被困在路上了，不是吗？始终都没有帮他处理。所以这也是约瑟夫里面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盲点，他自己其实不知道，他不是很积极的人。我们看第一集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养了几头的这个乳牛，就是我里面在这个房子的后面，然后他提了两桶水，他干嘛呢？让这个牛里面去喝啊，就可能不止三头啊，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这边通通是牛，还有一些牧草啊。所以就把它放在前面，让牛去吃。就是从外面进来，这是他们房间啊。妈妈睡着，看电视睡着，就在沙发上面睡着。有时候还蛮体贴的，拿了一条那个毯子，能帮他盖住。别怕他受不了，其实你不能叫他去起床，一睡觉一起床他就睡不着。于是回到自己的书房，此刻的他还是一个大学生，他呢从后面的书架上面拿下来一本书，然后房间里面也有一组沙发小型，其实可以让他自己半躺，那这边看书的话，这样的话就觉得很舒服。灯光好，现在就是开了一辆汽车，在夜晚的时候带了一个夜晚，这其实就是他们家里的一辆三轮机车了。三轮机车，妈妈叫他修理的，就是修理这辆三轮机车。其实这是天亮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早起床，为什么？要去卖牛奶。你看，来到市场，都已经天亮，那就用这辆三轮机车，就是土耳其农业的一个市场早市。他们卖东西里面都不是称斤称两，他们都是几个汤匙或者这个西瓜，你看从上面丢下来，要接不好的话，你看这个，这个已经接到了，是非常非常习惯的，不管大小就是用这个。于是乎在这边跟妈妈一起卖，卖什么东西呢？牛奶做成的。所以老太太现在是新鲜乳酪多少？五里呀、另外一种都是十里。我们有香肠乳酪，还有酸奶，要不要买一点？他们把牛奶多余的牛奶做成乳酪，
人越来越多了，这菜市场里面是摩肩接踵的，哦，很多女人是绑着头巾的，耶稣一个人走到这个皮鞋店看一看皮鞋，然后再看一看自己的鞋子，需要买吗？需要买一件吗？需要买一件新的鞋子吗？这算多少呢？十五里拉，他又放下来，从外面再去端去。那另外那黑色的，我有环扣的吗？那有四十里啊。里面也有苹果，还有一些应该是我们讲什么种。他回到妈妈的这个摊位。你去哪里呀、啊？你去哪里？你要是说什么呢？我随便看看了、啊。然后妈妈把一个收在哪里？买一个刀子，这是什么？新刀子。我们家里不是有一把？有人用的那一把已经生锈的吗？哎呀，还能用就好了嘛，干嘛还买？妈妈有点不高兴了、啊。然后这母子关系里面就是这样，有些事情里面做了以后，不见得是能够获得的。这就是石榴，石榴，我们台湾也有进口的，现在终于都可以吃到这个石榴。小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把那两个剥开，里面都红色，这时候就用嘴巴直接咬，吃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演员里面或者是导演里面特别喜欢把五官五种感官里面在镜头上面一种呈现，现在他这种吃的动作当然会引起我们每个观众里面的一种的兴味啊。再来镜头转到一个丛林树丛当中，风很大，然后好像有某些东西啊，他拿起来捡起来看一下，然后耶稣躺在地上，有人叫他，耶稣要躺站起来干嘛？강물우산내는사람들고베무사的家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那边啊，我那边我有给你一份文件，你有看到了吗？是老师啊，是我写的几本书。这老师没说什么，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因为他有一首诗记得，这老师没有回音了。那以前是不是不喜欢他的诗呢？还是有某种原因呢？他觉得自己蛮沮丧，趴在桌子上面把灯打亮又关起来，关起来又打亮，看着这个一灯一暗一亮的这样的一种灯，脑筋里面还是一样一片空白，连写的诗老师都没有反应，那到底他们做什么呢？最起码老师也应该说个几句话嘛，可是没有，那显然是完全不对路的。他继续在打字机前面里面打字，妈妈呢在房间里面，在那房间里面重新铺着床单，然后他觉得那打字机是这样有点刺眼，然后就把门关起来。这边的话是外面的有一个炉子啊、哦，妈妈到底在做什么？可能在做，是不是在做气势呢？也不知道。那这个前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好像是核桃，是什么比核桃还大，或者是什么东西。妈妈说你的衣服、书、笔记、笔还有杂志，什么都没剩。那些东西不会。这样要我怎么撑起这个家？你一早起来就只会看书，你出门就望着天空，盯着地面，看着花。或者看着虫子，有时候在吃东西啊，他有气没力的，妈妈开始在埋怨了。好，有时候自己就骑着妈妈那一辆三轮车，就是三轮机车了，因为他们家也没有其他工具嘛。到哪里，前面有插着两个旗子，这个就是他们邮局。我把车子停在旁侧。洗我以后，
就走到那个上面，然后他还装个铁架，就是怕人家抢，然后进来。进到邮局里面了，只有一个男职员坐在这里的。我写给什么？有我的信吗？没有。那时候不相信了，低头看看，然后看到那个人没在看他，他就转进来，把那个信邮给这边。我说没有你的信了，你干嘛？如果有我就拿给你啊，不要每天都来烦我。就今天没见你。你确定没有寄给我？没有啊。好，在学校里。有同学里面就开始玩电脑，就是这个乐团。在年轻的学生里面，大部分都有时候会经历过这个难关，在热烈参与的程度里面，事实上是非常踊跃。就在一个这个地方，约瑟夫人一个人站得远远的，他不喜欢这种很热闹的年轻人，就电吉他或者是打击乐器。一点兴味都没有。在这几年年开始，玩起乐器。这时候兴趣少了，怎么样？抱出一根烟。这时候一个老师走过来，就是他上次给那个看到那个，这老师走上阶梯，那太好了。决定跟踪他上去，我上面有一个卖酒的地方，喝啤酒，这老师在喝啤酒，梅尔老师信号迟到，然后他来跟他讲，这时候有端了一杯喝了一半，他说那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这个老师很喜欢喝啤酒，背着放着就离开了，他坐在老师对面，跟老师想他说多聊聊，然后看看他的诗集，寄给老师的诗集有没有结果，后来端了一杯来，就把那个空杯拿走，这时候也无可奈何，老师您对他好像不理不睬，那能怎么样呢？这镜头里面他用的都是镜子的镜头，都是长镜头，所以老师离近，但他不跟着他拍，老师又回来，但去哪里不知道，有点上洗手间也干嘛都有可能，继续回来我就批了这些，是我把诗集寄给你那个期刊的呢，老师连回答都不回答，他一根烟已经抽的都快要烧到烟屁，那这报纸里面大概看完，大概看了好几遍了，甚至于连那个填字的那个游戏，现在玩起这个填字，那时候也不走，他这个也有一定牛脾气，老师不理他，你不理我，我就不走了，我坐在面前，又来一杯。这时候喝得起劲，然后再快快喝下来，这个老师开始对他有点注目，就把最后三分之一，老师又把三分之一喝完，两杯，两杯，这回他替他讲，两杯啤酒，谁叫的谁付钱。这老师开始抬头看，你寄给哪一本的期刊故事的，这还真有效啊。哦，老师已经醉了，他扶他回到房间里面了，不要扶我了，我还需要你扶吗？然后人不悦的，其实在楼梯有什么不讲的，对呀，就在里面的话，里面有很多空酒瓶，很多空酒瓶，
那你想这个老师在整体的生命形态上还是有一点点瑕疵的，每个人大概基本上都有盲点吧。那回来一看，哇，马上倒头就睡在，西装也没脱，那就说还蛮体贴的，就像他在家里为妈妈加一个毯子一样，他拿了一张毯子，应该睡在沙发上面，其实他是一张小床，然后就坐下来，他也没有立刻离开，就坐在这边。你不给我一个答案，我好像是不走的样子。然后东看看西看看，是的，这家里面是他很陌生的。那突然听到好像有一些声音，什么声音呢？这是最暧昧不明的一些现象，也许他听到的是一种回响，这种声音里面是一种回响吗？还是现场，还是跟他母亲里面有关系呢？好，现在妈妈呢，在那个地方等着等着等着，等不到约瑟夫，因为这个市场里面事实上是相当遥远，要回去他们的家乡，回到老家里面，然后在。一辆厢型车开过去，然后有一个好像卖面包的，那车子都很奇怪，都是三轮。我妈妈呢，把车子停在一个。